上班，大家好。小叔晚安。今天真欢喜嘛，上本来在这里等哈，在这样哈，做些心得报告了哈。这一节拢是感恩师德啊哈。
孙悟空，孙悟空，以及拜三昧老师，这是一个启蒙老师的电话，就是那个虚浮体祖师啊，我们老田老做啊。那宝田那座是在你上面所在，哈，在你的灵台。方寸山呐，哈，哎，这个斜月三星洞。另外，这个星的就是斜的月亮，哈，啊，这个是斜的月亮。然后有三个星哈，一共其实三星都是暗记中就是星了哈，这种星的意思。所以这星有几埋这种星呐，讲咱心作的，咱的心，咱的意念，咱的概念，咱的想法、思想啊正确，啊，咱的心才有，咱的思想啊正确，是咱做这个。
你若看员工啊，你会当一条邀请函，我来当打做请看板。我即摆安尼几个了，我即摆搁暗时啊，搁摕去看，我那是搁叫领事啊，搞到安尼闹哭。所以吼，咱就讲啊，你安尼嘛毋是办法，领事啊，做你来饲只猫啊，拿去搞领事，我错哦，我领事只猫来饲，啊，只猫饲了，讲，你啊，搁只猫啊，安尼怎爱饲啊？所以讲，人如果建议讲，你来饲只牛哦，吼，啊牛牛年吼，你个第一牛年吼，你要食吼，安尼伊就。让你整个做饭，我咧有错，所以吼，从去去饲只迄个乳牛，吼，啊乳牛饲了了，来割草来食吼，死结结割，死结结割，人讲你唔通安尼割，你着你个地遐大，吼，人割时遐就地互你，你着吼，迄草啊撮撮了，你着家种绿草，吼，安尼你着免死结结遐割，你着，那死结割是要哪收钱？所以着真正太困了吼。啊，种做些绿草。啊，既然啊种绿草，咱来种一挂番薯，种一挂菜啊，种高粱，种啥来许个好，啊，都既然安尼经过吼，人家，哦，种足侪物件，种一个了吼，煞吼，是不是足侪煞无所在啦？啊，无咱来起一个谷仓，起一个仓库来底啦。哇，啊，都无用安尼吼，起一个吼，啊，即摆。苍蝇来你啊讲，啊，即个吼种遮侪吼，嘛爱请一挂工人来斗做，哦，啊，着，哦，讲爱工人，请了了，讲爱起一个宿舍互工人住，大，吼，再搁起一个宿舍，我着愈建愈大，人愈请愈侪，哦，我这愈愈侪时着赚愈侪钱，钱搁来去招人，搁生利息，吼，啊，生利息嘛爱哪爱花个，哦，来算算。哇！啊，这遮侪人嘛爱带一个某来煮东煮西，吼，煮三顿哦，即个员工食吼。所以你话带一个某了，要生三四个囝，哇！安尼无够大，搁来起一个大厝，豪宅来住，讲你遐富人咧，原因拢就是一条妖精带。按事吼，迄个有地无当，就想讲，啊，就来看阮徒弟啊，收了安怎吼？就来到山下讲，奇怪啊，你迄阵迄间茅草屋，遐拢无看。我煞看到一间足大间个大房子豪宅，我才注意个看。讲啊，恁有看到以前吼就三四十岁个修行人遮无？人讲无啊，到啥物修行人一只？我个就去看，我看到啊，迄个是阮大爹嘛。哦，即个变大头家，坐伫遐，条脚拉链安尼吼。所以讲吼，大爹讲啊，师傅哩，伊看到师傅，较知影讲。我原来那个是要修行的吼，啊，要修行煞，不管怎煞变迄落，变一个大头家吃，总第一去要修行这件代志。所以是安那，拢因为这条迄妖精带着就好了。所以一个佛一个需要了，会影响咱拢伫对迄个修行的初衷。咱本来讲，啊，都要来追求精神的安适，追精神的超脱，要找到有意义的人生，结果煞离不离，同一离不离。所以这里做咱做科学的，一定吼，这不知不觉的，吼、哦，尤其咱伫这个，人讲红尘苦海内底，咱足容易安尼迷失去对。我着感觉讲，我做海派吼，拢伫安尼，但是我有一个好处是讲，我拢识去佛堂。所以就是讲，学校咧做事叫做当中嘛，当去做一寡对咱社长有贡献个。讲咱国做个迄落前沿，只拢有坐转来哦。学校设计啊，学校加减啊，好事情哦，也是较少钱。啊，学迄一寡当年做真正都无钱，但是人迄真正有哪足想咧起一个，真正学校甚至拢无甲想设计，嘛有安尼。你讲学校虽然讲无工作认真咧研究着了，但是学校。佮伫我职业上吼，对咱多方，佮无离开迄个初衷个对吼，所以我嘛是感觉真欢喜讲，哎，迄阵无注意去读个建筑系嘛是袂歹个。所以讲咱就是讲追求即个物质吼，一部分吼，满足咱个生理需求吼，同埋最重要，咱就是爱去追求即个心灵满足个快乐。
所以有的人去放生、去过世啦吼，去参禅、打坐等等，这拢是治标不治本，对了。咱重要是咱啊，咱的心灵爱行诸佛菩萨，爱提升到跟那个我的心境，对。就是咱其实咱的咱本来就是嘛，是拢行诸佛菩萨修行，只是把迄个物件配合。所以，较安尼较有当得着，心灵上真正的永远的这个解脱。所以，若伫外在迄个，只有会人讲，讲伫遐即个，即个信宗教啥吼，但是吼，因信的迄个是伫即个，即个正念吼，是要去求即个福气，求即个啥吼。像我即个感觉讲，即个因要大乘妈祖，其实妈祖是做慈悲啊，是救苦救难的即个象征嘛。即大乘妈祖出世，是伫台中的大乘吼，一直来到即个大乘新港。即、这个啥物叫奉天宫？伊敢会经过即个啥物南瑶宫啊、啥物福星宫啥去迄落？结果来到对一只吼，来到彰化好，来到对会安怎？人冲出来哦，冲出来创啥？要来光光桥啦，要来抢桥对？抢桥要创啥？是要光啊，要经啊，是要哪？要抢啥？抢福气，哦，抢福气。哦，啊！要请好客先得，大家咱做钱来杀去，像我迄年轻了，吼，遐蛮靓仔，对吧？所以爱派足侪警察，也要维持秩序哦。甚至用迄辣椒水杀去，怎吼？啊，大家安拍来拍去，冲来冲去，一种争斗的迄种吼。我唔知影大家感觉，但我感觉是无解好。讲，啊，咱大家拢是自私自利，是家己的福气，家己的迄落。家己了也无想着讲，妈祖是足慈悲的，那一个菩萨的迄个救苦救难的迄落，佮肯定是一个咧济国人的这个福气吼。所以这种虽然是这种信仰的东西，他没有真正达到那个心灵上的这种吼佛菩萨境界上的这种追求。所以这咱修道实在是足好的，你吼咱要把咱啊，把这种心态、这种意识心吼。啊，专注咱的智慧，给咱做一些智慧跟慈悲。像这慈悲，咱本来就拢，咱生了本来就拢。咱看到迄囡仔犯了过正吼，第一个动作咱就是。不假思索，咱就讲啊哈哈，过来，伊那呐手牵牵起来，伊个，迄个是足自然的迄种，又苦又难的苦，又难的困难的迄个种事。第讲这个囡仔吼，哦，这个囡仔生做光水哦，哦，啊是讲这个囡仔因爸爸给我足好个哦，哦，啊是讲啊这个囡仔在管玩修人的囡仔，我就去啊去，干袂安尼个哦，不管你是啥物人的囡仔。啊！是讲伊生作水歹，看到伊伫要互水淹死的时阵，咱有法度救，咱就去甲救。无论是杀一个的哥也好，是讲杀甲带一个迄个救生圈，哦，真好，会当去甲救来物件，咱拢会记得。迄阵咱做，迄一个慈悲心的，一个不忍人之心呐、啊。虽然与生俱来，虽然温血来得不少的，只是讲咱已经叫白死。像即摆你也伫路顶看人发生车倒伫遐，你感觉遐？有时你着甲想，我甲人伫网咧也无摄影机也无，我甲镜头不好，人着讲我是我甲弄。像你会退一步去想哦，也是讲，咱会采取较中的做，啊，我来卡起你一下。救护车来甲，因为你唔敢第一时间来甲，即个人了，咱迄个自然的本性无，咱带之后一种迄个种搁较希望着自己迄个安慰迄种心得。所以咱原生咱去救这个囡仔是无啥物条件的，对。哦，无论伊安怎，咱就是要甲救迄种条件。假设讲咱老爸老母咧对囡仔咧无条件的付出。
迄种阿姨是足自然的，吼，囡仔要读册啊，无钱嘛当去做，去停去迄落，去拍拼，要摕偌济就是，伊来读，其他钱拢要叫读，即就是一种足自然的事。但是咱了，咱就毋是咱的足侪书课是相当熟悉，以咱原来本身已经了，即就是讲。这可能也是社会吼，也是讲咱多了一些事心啦，多了很多的分别，很多的自我的考量在里面，多了很多的那个是非对错的考量在里面。安尼做较好，还是安怎想想当想西去，那就变得不是很自然。所以咱原来是做主人孙的迄种吼，迄种天性对无？所以咱受着要甲迄个。我放这个，所以讲，咱今日了是足，会使讲时代尖端啦，吼，全世界。
是咱求得是哦，是人生作证啊，会得的哦。你看，哦，咱为甚物个伊咧不安哦，拢来解决。咱对生命看拢无解。哦，咱的人生会当搁较自在，搁较洒脱。而且呐，咱主要是爱含落咱的用心，去读咱书了，哦，咱的心情来培养。安尼就叫会当超出三界束缚，免去六道去做。所以修行，佫会当安那，互咱成功了无？不但救咱自己吼，佫会当救咱的超凡的祖先，互咱脱离，互因脱离这个地狱的苦。所以吼，咱若一心成功，互咱的功名以后无成。所以咱的救援七祖拢安超生。所以咱修道是足好，所以既然讲咱若要修道吼，咱就安那，爱让它产生效果，不要让它产生效果，爱安怎？爱让它化为行动。那么讲，我咧要修，变哪修？咱爱甲化为行动，而且安那，爱让它更系统化，更有规律，规律。按部就班，来去做，安尼才有法度先下课。所以就是讲，咱来甲形成讲是好个习惯，甲咱以前摆个迄种习性，迄种僵固个惯性思维，来甲伊抛除。咱来转换做一种新个习惯，新个修道习惯，来塑造咱独特个自我，就是讲。这个行动哦，变成目标，习惯变成性格变了，改变咱的样貌，所以咱就是安那，爱搞迄个高产迄种，迄种海派啦，迄种追逐名利啦，哦，迄种追求事迄个事业心迄个啥，来甲转做讲，要来改变咱人生一种修道，一种规律，一种系统。所以啦，咱讲格啦吼，格就是讲，咱格有一个格卦，格卦之前有景卦吼，景卦之后是格卦，格卦之后是景卦。
面包一个，过来迄个饮一下乌米茶，去烤一下点心，再帮当噻。虽然他个状况没有学习规律，所以囡仔来考一个。啊，这个囡仔虽然是头壳无解好，但是吼，老师甲教伊拢照规律，等于学习，等于迄个，等于安尼迄个演算吼，安尼伊考起来成绩会比这个头壳较好就较好。所以这种学习规律吼，比这个学习智力因素更加好。所以咱人现在这个规律更来比较，这个规律拿出来。对，决定讲咱会成败，所以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生的习惯的规律。那把这败，刚才放这个折火，折火格的讲这个离卦哦，它是也是刀啊，折啊，折啊，把这个皮革，我当然因为这卦比较像，叫迄个形象的迄个做这个，讲杀一个刀啊，把这个。皮吼割起来以后，把伊皮毛清清的，然后再用这个水去，用这个火甲烘烘的，哦，拍个了去用水去浸浸的，然后再用这个火去甲烘烘的，所以叫做折火卦，水包火，哦，这种的包火啦，这种，把这个皮革经过安尼，割拍割浸，割拍割浸安尼，哦，经过这种锻炼了，从变成皮革。皮革会当哪？当来还清变衫，哦，变保暖的衣服，皮革，哦，还当做皮包做皮，做有用的这个器具，哦，伊就是经过这火炼、这水的浸了了，哦，所以成就伊的有用的这种皮革。哦，所以咱人就是啊，经过这个，啊，这鼎哦，热了就这鼎，这鼎也是哈，鼎就是。底有茶，吼、哦，啊，有顶面有火，鼎拄啊复化吼，鼎就是甲这个鼎吼。内底放肉、放菜、放啥，内底有茶、有火安尼甲煮，煮的是啥呐？要甲这青的物件煮做熟，煮熟了就会当食。吼、哦，青的物件煮熟，就是经过一种变化，经过火的这个火炼了变化了，熟了才会当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咱就是讲，以前国王面啊，就位的时阵吼，皇帝。就业时，拢会先做一个鼎，做这个鼎呾，鼎顶面会刻哦，我代表讲我的权力象征啊，顶面会刻着我的地盘，我的法律，哦，我地高的这个方针，我所有重要代志，我会刻伫顶面，代表一个新的朝代开始，所以这就叫鼎。这是意思讲，甲歹的剔除了，创造一个新的。把咱的迄个好的物件显露出来，这个意思。所以讲，伫咱的本性内底吼，咱有一个天性，讲上天赋咱的，咧灵明的本性吼，咱本来就足性情、足温柔、足无爱的吼，吼，啊有这个德行，啊人拢是好，看人拢好诶，啊拢是善的，咱本来是安尼。但是咱来出世了，经过六百几档的这个。这个天爱讲迄落，咱咧无名的覆盖了，然后咱了做个气病，病性，然后气病所突破，啊，搁这实性，这实性就是叫所病吼。咱依照所谓迄落天产的劣根性，咱咧八星天中，装着做做这摆经济好啊，有摆好嘛。当然，咱咧八星天吼，迄阿赖耶识伊是袂去分啥物好假歹。但是吼、哦，咱过去生活经过所有的代志吼，拢一粒种子种在八四天中。咱在时间因缘啊好的时阵，人叫地神。到迄因缘成熟的时阵，伊就爆发出来，就叫咱的八四天中，真恐怖。迄个是咱的因神，因在安尼袂使吼，会
袂当安尼做，袂当安尼做。但是，我著挡袂牢，啊，著去做。哦，我著明知影讲，即些吼，我若甲，哦，即太两个阿公阿冤家吼，即先生讲，装牛迄个哦，两个安尼进来进去了，即先生讲装牛厨房，三只菜都出，就要甲斩。我即个时阵啊，炸就是安怎会出人命，但是无法度。明知讲这安尼落去，就无法度收拾。但是嘛，真正来炸，冻袂掉。这就是咱的迄个八十天中的暴力，语言形式的是八十天。这个是超乎我们可以理性控制的，所以咱的出来的拢是这种足感性的物件。即个咱是讲吼，一条迄个，吼、哦、一个冰山安尼吼，即、这个水吼，一条冰山。咱看到一部尔，即巴士顶足大，足大迄个温总的迄个物件，是咱来对咱弄嘛。所以即是咱有理性甲感性，只是我们理性都很少感性。我讲咱人拢是用咱的惯性咧想。我搁讲迄个，会再听一个故事，我感觉嘛真真趣。有一个先生吼，要去出差啦。出差的时阵，想，拄仔结婚吼，好，阿母当咧恩爱，哦，公司要派去出国，爱坐飞机，哦，啊，就比如讲吼，十点的飞机吼，啊，就爱去机场，爱提早两点钟，比如讲十二点好啊。爱提早两点钟到，是毋是？爱十点才到。我先打八点尔，我卡转去太太讲，太太，我要出国吼是一个月呢。我安尼打结婚吼，我足想你吼，我安尼足足惊袂开，敢吼我是毋是？打电话吼，我虽然要即摆吼行李款要要出去吼，我想讲吼，打电话伫公司吼，先转去厝里吼，搁今日许见一下面吼，搁拥抱一下是安怎？搁温存一下。但是吼，我即摆开车转去，你着爱随落来哦，吼，你着你住因住伫公寓哦，你着爱随落来吼，因为吼，我着爱两点钟前到迄个，我若转去吼，你着爱随落来，安尼我较袂去迟到，啊无迟到飞机飞去啊，袂当 check in 哦，啊就害啊，吼，就变迄个行程个延误惨，啊即太太我听着啊吼，即对因个台北市足歹停车吼，即摆转去吼，啊驶半点外钟到厝。你去讲吼，因太太煞无落来，啊，本来台北市足歹停车的吼，伊就拖一日，吼，因为迄歹停车伊无法度，拖一日了，哎，啊，太太过袂落，啊，佫甲拖一日，哦，啊，拖一日都爱十几分钟，佫拖一日佫了十几分钟，佫拖第三日，因太太看到，因太太落来时吼，挂甲大包细包，讲哦，先生，我佫过来看一个咖啡吼，啊，佫切。我要叫人去走迄落去买一寡你爱食的水果，我甲你切切，你通早出国去食呢。先生足受气的吼，伊还哭三日。我明明甲你交代，我来咧赶时间，吼、哦。啊，你搁安尼调过去，互我直接先三日，我去甲因加了半点外钱，安尼我确定去甲机票是要安怎迄落，你拢甲咧想去丢，吼、哦。拢在遮自私。太太想讲，我遐好心，我足冤枉的呢吼，我足无辜。好心泡一个咖啡互你食，切一个水果，你爱食水果。想讲出国的时阵，互你带去食，结果你安尼甲我冤枉我，好，这大家拢来有这种闹到要离婚了。这就是讲两个人的思维模式是，这个先生比较理性一点，这个太太比较感性。即两个人相处的时阵吼，反正两种人，拢常常出问题。啊，你讲因两个上对上唔对？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啊。吼、哦，伊太太是好心讲，啊，就切一寡水果，佮有一个咖啡吼、哦，先生当早起微微顶有通食，吼、哦，还是一个一片的好意。啊，这先生是想讲，我伫咧赶时间，我明明甲你交代安尼，你安怎样？所以这里面的沟通出了问题。思考模式也不一样，而且太太虽然好意，但是伊个想着讲，而且先生的关心，我本来想着讲，
阿弟安尼的表示一下温存，表示一下那个好意，一个刷刷刷安尼。所以这种人家人是这种，所以咱人变成个属性，咱袂使拢用咱的属性去想，想咱的家己，咱有时在想，咱今日相处的人，诶，这种个想法是安怎？伊是较感兴趣，伊是安怎会安尼想？你爱去猜，爱了解伊的个性，爱去，爱两个人好好相处。所以这人甲人那个，所以讲吼，咱心肝除了这以外，佫做一摆进步，劣根性，咱的贪嗔痴慢，吼，是咱是固定的。然后这贪嗔痴吼，人家有一个影片，他讲的还可以的。这些贪嗔痴慢疑，讲好，我跟其实做者一点功做做吼，神通刚干掉的吼，来心啊，温走的那种人，咱就是来做主。所以咱其实讲，咱有三宝，一个人讲用三宝来嘛，来收束咱的意念，啊来看好咱的。来发现讲咱迄个歹精神，咱的心念是毋通是即种毒来滴，所以咱就是讲，有时就是讲迄个定吼，定吼，咱修改，吼咱的身躯，咱的灵魂完全以外。咱的思想通是纯净，因为咱的心拢好，心猿意马，撞来走去，咱的心拢浮动啊，对。无好啊，伊想讲咱的灵魂是安怎，咱的思想对不对？是毋是走精神？
所以人咱就教来讲吼，清楚一下。啊，讲个反省家己吼，我替人做代志有忠心无？吼，为人母不忠忠夫吼，与朋友交好不亲，甲朋友甲人群之间的交往是不是有这个诚信？哦，学学而不修，咱伫大学伫这个学道的中间，是毋是有一直咧进展咱的这个大学？那刚刚来关心个，哦，第两方面，伫这个人际关系啦，吼，啊嘞，伫这个大学方面，伫关心个。我今仔伫这个职场顶面吼，做代志是毋是迄落？我感觉讲，我咧做建筑师吼，感觉讲即摆囡仔一番迄落。所以我就讲到伊讲，我若是我无伫个，大家伫遐摸咧，吼伫遐迄落啊，伫遐开讲，伫遐弄啥吼？但客户是逼多逼啊，吼，限咱啥物时间爱交，万一伫个公家安尼，时间到，你若超过时间，就甲你罚偌济千分之一咯。比如讲，若一百万元，一工来发一千块，两工两千，三工三千，啊，愈大件发愈侪就对了。这囡仔我帮你处理一下，你发去，处理发。啊，你人家强，那个我来走北京的，吼，因为这计条书吼，唔知足奇怪。迄画图还足少，足歹穿。所以现在囡仔真是，真无认真，所以讲。咱逐天来反省讲，咱的职场内，咱有尽力，咱积极去做。哦，咱伫度着，咱担任哦，班主也好，讲师也好，哦，咱无论担任啥物职责，咱有尽力，咱积极去做。咱逐天拢用安尼去反省，反省就是讲啊，这代志做好。反省讲，咱交朋友，交咱老的人，好，交咱的子女，哦，交咱兄弟姊妹中间的这人际关系。咱有去做着愉悦分子的代志，有去照起工去做，即拢逐工来去反省。以前我吼，刚刚说有人讲三宝心华吼，我嘛是捌听人来讲吼，其实，在十四代祖以前，我们一贯倒是有在先天道吼是有在静坐，那时候在前真时代。他们是有在静坐，然后有在练丹嘛。我这练丹的学问足大，讲啥物啊？安怎这个水爱上心吼，啊火爱下降吼，爱安怎？安尼吼，啊爱有滴盛开了，爱搁甲侮辱了，爱搁安那个啊用甲迄落。啊，重点就是爱习念，积精习念嘛。啊，迄个是较优异，因为咧练着迄个拍通，用个气拍通，迄个韧度二脉安怎？就是听讲吼，会当缓舒咱个身体吼，返老还童对。听讲炼精化气，炼气还虚啦吼，精气神，炼气还神，精气神啊，来当调和了，三花聚顶，会当好来呐，返老还童。这是迄个。这道教理论嘛，全真的理论。其实我看迄南怀瑾，他也蛮赞同这一套。那修行，伊爱修行啊，修行。可是我们一贯到十五代祖的时候，后者其实让我一关键点是，十五代祖他是反对，他是因为先天道迄个时阵已经行离内向，修家己就好啊，人去迄个就是不去度众，哦。所以较重内性，无重外。所以到十五代祖，他就把这个前真，把一贯道就儒教化了。他注重这个外门吼，他啊，只讲无注重内性，一生内性，我爱开始无咧炼丹了。啊，他认为那个炼丹，伊就是一种盲修瞎练。
所以第一个心还是我们一贯道就慢慢要撞外我们，你呢他就不叫话就叫话，就是后学的情况其实现在基本上全呆了，就卡不了他还对了，他这一再那个情况他单数，所以一再他精了，你的行住坐椅的你的做精做对了，就好一还对了，他现在全呆了，跟一再卡不了。这一步啊，就是用三宝心法来收摄我的心性。我们这混乱的这个，那是这种的水来对吼，产生那个沉淀的作用。我这个水从心田，把这个杂质好沉淀了，有这个效果。所以南佛教它比较重在说收摄心性以后，让这个心性是在无善无为当中，这万年放下以后，产生一种静虑，然后一种安定。甚至会产生一种喜乐这种效果，所以那种那种是有境界的，初地或者地上面那种是用境界的。其实后学在大学时代嘛，最近的嘛，因为后学你一贯到社团中，所以后学容易参加佛教社团，所以最近我们修报社会，所以偶尔我可以打长期的，所以刚来这东西你要拜佛，啊你要打坐。然后打坐当中会有很多境界，会很多那个，你哪刚要讲你定的时候，有三种决定的，你拢爱有真正有这个有法师来引导吼，什么境界是你爱哪，人去接到迄个境界，你爱家己放下，人做做足侪足学问的吼，所以迄种若真正讲要去安尼静的人。尤其是爱做戏，做这种做好团结派人的例子。啊，互我建议的三宝心嘛，讲，咱只要静坐就好，静落无你讲是啥物姿势，会当互咱的心情吼、放轻松，吼、互咱的这个烦躁的心情吼、放下，啊，收缩落，互咱的右根眼耳鼻舌身意吼，暂时。让它的作用减到最低，它收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那个视心哈转化为智啊，转视成智，在静的当中，定的当中一种安定的当中，其实都不要去想什么，就是这样默默，让我们沉浸一下，会产生，会让我们的那个灵敏的视心慢慢的恢复，听说有这种效果。那因为我们有闲观。所以我们只要把意念集中在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就收摄我们的心情走错。可是到最后，我们就不要故意要去执着在行观那里哦，就当它守而不守，就是这样啊，静静的这样子。这嘛是一种该我们这个，我们一种放松的一种方式的哈。我感觉讲，啊是讲你做就拄着烦恼的代志，你做紧张的，拄着困难的时阵，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放松，就。这是最后的方式，但是不要有为的要去求什么打通三一或者任督二脉然后啊去求什么单什么，就那种是太玄了哈，或许是不，或许个人是不认同，所以就是说在秉性跟习性上，大概这几个改修改，把我们的毛病去我们脾气。其实，在定当中哈，我们家佛教是止跟观，定了以后要去观，观要观，为什么要观？要产生慈悲跟智慧，重点在慈悲跟智慧哈。你如果在那边给他底下定，阿无主地无地如何出来？阿你得定定定力是无好个，所以你佛教修他们止了以后要观，观了以后还要还，还以后再到放下完全。连到哦，无善无畏境界。所以观音公修道哈、就是不要让它无染，把那个坏的心、那个弊端哈、把它去除。从这个污秽心往这清净心哦，妄想往这恭敬心，淫心往这得失心。这是我们西方佛法老师跟
资讯啊，其实讲来作对啊，那人迷迷糊糊的时阵吼，哎，把这迷迷糊糊去掉，该做不搞啊，意识不搞，那做，那其实咱想做爱做进行进言进行的哦，就是讲咱随时随地准备好，安尼也好，安尼也好，把这海苔心换做前进心，依偎心换做相信心，善暖心换做相连心。无心我就记分，骄傲我就强强。好，这样刚好我老师讲的。修理就是把不好的去掉，把好的保存下来。其实这个讲的很多都很白的哈。好，这贪乱哈，变作知己；这暴力变作慈善；坚定变作布施；罪恶变作善。所以咱来修行人，是哪？这摆去了，咱就足自然，就足，足清净无我的状态。所以吼，这里在得失吼，咱都很从严，吼。拄着这逆境，咱咪当安那，会当忍受，会当忍耐。有人踢笑咱，也是讲咱欺负咱，吼侮辱咱，咱咪当会当忍，会当让，吼。会当安那敬他，吼爱他。不要理他，好、哦，再过几年，哦，你搁看他，搁看人哦，咱就把忍受。所以要注意咱的心就对了，要有地位、无低、平定，要真廉、爱心。这是个其实在讲。其实咱逐工来当大时间去听咱华华老师的资讯吼，到伊的迄个人遐有做录音带吼，啊你逐工来听，一段一段。然后我们打坐，如果你要静心之前，先听一段，用这些话来说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吼，去违反这样子。哦，今仔咱等下摸着，我最近做事情，做发脾气，咱就是把迄个大概类似一种咧小。小脾气，你像咱听听了吼，咱像食吃迄落清凉药啊，对不对？咱心凉比较贵，这种会当安尼来做，这种修正咱家己。啊，像咱最近人较海滩，咱就安怎来激励我们自己。啊，最近就感觉讲较压榨。咱来当画一挂较放下啦，较迄种个心境变化。其实这国华老师讲了很多，哦，都可以供我们参考。所以哦，修道最大的阻碍不是在外面，是我们内心的心魔，外魔抑制内魔难离。难管的是任意，难搞的是惯性。那那些习惯，也毛病。啊，咱随随便便那个修行修到这，上一条命不看过，凊彩就好来安尼，安尼变甲从进来乱探去，伊就足惊安尼。所以咱呐爱教咱嘞吼，咱嘞拜迄个什么骄奢淫逸啊，现在迄个东，那这惯性、这惰性爱改，这价值观的偏差爱修改。这个骄傲吼，上歹，拢自以为是这种迄个，这种是。我这嘛有提供好的资讯哦，我等一下。
咱若心中的人吼，失败，注定爱失败。更较好的事情，到尾咱无法度应救嘛，无法度心焦急惊啊，渐渐难啊。哦，哥哥在上，别人咧讲啥拢听着。心焦的人吼，伊就害害啊，我都安尼足够啊，足够够。所以咱啊，学啥吼，拢无法度继续，无法度坚持。心若骄傲，就是天气啊，你就袂无法度去进步。霸气难成，无法度成啥物气哦，无法度成霸气。所以这里是骄傲。另外就是说，奢华，哦，奢华也是做霸一种，一种习性。所以吼，咱老祖作讲这个强啊，老祖有三项宝啦。第一就是慈悲的慈啦吼，第二就是强啊。我们就强啦吼。这个是主意的，我刚讲的，那个人，那个那叫老夫的爱敬爱种人。这种语言，那是老祖宗，伊有这个宝吼，伊要教大家，伊爱有这个慈悲的。有当时讲，这个慈悲的善心足大，所以主人当用就对了。你有慈悲心了后，伊个用造成，其他变用。伊吼，伊这个原来是讲讲吼，讲迄个啦，那咧饲你种狗啊吼，如犬吼会饲虎。伊咧饲你种狗仔吼，你喺后边去咬伊狗仔，你甲咬破，迄狗仔要来冲去甲你烧干。迄狗仔去咬老虎呢吼，人啊，你欲咬我狗仔吼，啊来讲迄个虎子，伊遐咧孵卵的迄种家母，伊遐咧孵卵的时阵吼，啊一只虎，迄个虎儿吼，想要甲啊呐偷食卵的时阵吼，即只鸡啊起来夹伊夹迄个窝啦窝里。你爱叫伊拼对啊，这种老弱固定的这种心情，所以也讲安那，恩之所教，不自量力。伊袂去想讲，哇，迄虎遐大只，我一只狗仔囝了，我要叫伊小拼，哇，是讲一只鸡要去叫一只虎来拼。因为迄个勇是安尼先先先出，迄老弱老爸老母咧固定迄种勇气，像咱对众生，然后种慈悲的时阵，迄个勇气就出来。像咱老先人迄个慈悲，放母放兄咧来，咱把迄道安尼传来咱台湾，哦，啊，把迄事业，咱好老先人是迄个大头家，迄名门厝是开过来顶个，把迄事业拢放下，为着要传这个大道，互咱救咱出离这个苦海，种就是种用心的迄个念头，所以这个词会让我们产生很大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解。简固能广，简就是一种吼，强就对了。我叫强，好变。简是一种节制哦。这三个就是让我怎么样，节制怎么样节开钱先发强钱，输客钱。哦，这个钱该无开无，这个无一家用无，就安尼想钱。所以讲，自是俭用其财。则家户，那若钱吼，常常用到尾好叫吼，圣人保爱其省，吼，则精省。圣人会那尊在伊个迄个省啊吼，保爱其省，又精省，精力的充沛。哦，圣人他一定说很，这个音色也好，
伊个生活起居拢足节节制。像咱即摆囡仔吼，读册读到足暗，啊，紧来困啊，紧来困啊，脚顶后来搁约去吼，才伫遐看啥物 YouTube 啊，啥搁伫遐，约到一两点了，搁伫遐看。即是讲，即囡仔已经去学迄个营养足济，咱变无节制。圣人他不会这样，他该吃的时候吃，该吃几分，该安怎，吼，拢有一个节制。该几点起床，该几点起床，拢有一个规律。这个就是要紧，守他的神，他的神不会外驰外放吼，去安尼去安尼了，心头里骂安尼，四界狂跑。一点钱啊，回归你咱主神的人啊，诚心潜欲，底下，哦底下含养底下那个，哦行差，哦底下纯养行差，接着呢，他就会精盛，他的就很精力充沛啊嘞。永远破点力做做把迄种劲迄种劲，所以这就是要节制要节。然后怎样？人均重战其主则民众。咱个国王啊，总爱咱只百姓吼，互咱只百姓卖咧，哦，不是去给人建军去人迄种，去冲去给人冲阵，安尼样呐，咱国家会愈来愈人愈侪愈强盛，吼、哦，这就是种个呐，节。这种节制就对了，所以咱倒来是该安尼安尼做。所以唔能生吼，吃花火白费我白弄，骄奢用食，好食。意就是讲啊，享受啦，分担啦。啊，我嘛往倒来摕到船，摕到碰伊看电视较好啊，倒来花手机就较好啊。吼，关于装去换，去换台去安怎？半山那个分段那个惰性，这种东西咱这个，啊嘞就是爱克己吼来学习，克服家己的这种心内这种魔障，这种对物质的这种对局，吼、哦，约束咱的眼耳鼻舌身意，吼、哦，互咱恢复迄个力，吼、哦，对着咱的行为啊，对着啥下的这个力。有这个，咱的意志行动也好啦，有这个理智，有这个规矩，所以咱要讲，咱就从咱的规矩啊吼，啊去到学校有这个学校的这个规律，啊去到公司的这个规矩，就是咱拢爱去遵守起来，有咱的这个行为较好。啊，咱伫外，咱的意志行动，我爱怎，还有一个修德人迄种范式，人讲安那。
咱弟弟在电话嘛，电话基地呢，吼，接电话，吼，也是讲咱咧共回书信，书信嘛回书信的规矩，食饭有食饭的规矩，吼，坐车嘛坐车的规矩，吼，所以这拢是规矩的，咱爱有有规有端正咱的面，咱来调人当的司机呢。这有一段就是说，不端庄的了，君子不重则不威了。
你也可以感觉哦，比如讲你买车电脑，我感觉那菜市啊，技干，还是讲，还是运气的所在，做乱做起来，做乱，做不整洁的对啦，所以讲这整洁，方面很欠缺的。啊，不过慢慢已经吼，而且他们进步的速度蛮紧的吼，所以这地方呢，啊，咱在地方啊。咱慢慢啊，就是甲这个迄落要去放松，慢慢当。所以咱来啊，古早人迄种吼稳重，迄种吼，迄种规矩，迄种礼貌吼，啊，这个慢慢啊对。所以这个好的习惯吼，咱就慢慢。当然吼，好习惯做点面向。那、啊、你这时间的关系嘛，或者基本上你们这三个大面向，比如刚才讲的慈悲，哦，刚才有这些慈悲嘛，那那个慈悲自然流露出来，比如在思考上拢爱正向的思考，把代志拢往好的所在想，人爱较乐观的较迄落，较会当体谅人，哦，就是同理心方面好，这是正向。以前咱在快乐爱福的爱慈悲嘛。啊，来就讲，咱来学智慧，吼，学智慧，咱来安怎？爱多听，多讲，多去阅读、学习，会晓来问。或者是迄个，像前一天咱伊个有一个陈老师，陈振华老师吼，他其实是做布，伊你啊去伊个迄个伊个工厂吼，伊一间做大间，内底拢伊册，咱也一个小图书馆，吼，迄册是够侪。所以，若要讲一个道理的时阵，伊就是安那，哦，爱去问何老师啊，爱问啥物人啊，哦，问一寡迄个叫我讲的遐人，哎，我要讲这地讲爱先安那，大纲爱安怎，我安怎讲安怎迄落，啊，请教人这老讲的啦，安怎把这个讲解讲好。啊，来就是讲安那，我做一只，你讲这个经典，较老讲，这部讲金刚经，老讲的法师伫倒咧讲，伊嘛拢拼伊啊，共伊迄落。哎，录音大好啊！伊迄落拢甲请，甚至招伊甲请入来。所以这个先是讲，伊伫这个方面上深入，会当讲较深。所以讲人爱有这种学习思考的这种。咱来，既然要来遮，就是要甲道理研究清楚的时，咱还有这种决心。哦，爱学着这个，真正咱性命在甲讲啥物物件？哦，咱先论菩萨要甲伊讲啥物，咱来去甲。爱讲这些地域好处，来咱只要有这个积极勇敢的这种心情，我常都讲这种自然发露出来吼，这种慈悲就产生一种，吼，你着敢去承担，吼，敢去做代志，这种精神，我就讲啊，来你派一个任务，你着讲啊，提三托四，结果无法度啦嘛，人去慈悲来请别人啦吼，是安怎？你咱无这个积极这种精神。最勇敢的精神，这做一个面向啊，所以吼，第二讲吼，心爱水吼，看啥物代志拢水，吼，心若先，啥物代志拢水，爱正向去思考事情。或者咱要举迄个两个夫妻，迄个，因来当，哦，伊先生来当来讲，哇，哦，你要给他泡一个咖啡。我甲切切着水果，拢我爱食水果，哦，总欢喜啊，早就走啊，无遐个代志。结果伊毋是劈头，啊，这个太太是听无清楚，哦，先生啊，讲我恁来随落来哦，你毋通互我，因为我咧赶飞机，伊嘛听无清楚，所以伊就叫伊家己去。但只要讲这是这个沟通上足无好个意外，讲伊拢是负面思考。我所以个就先讲，啊，大家结婚了，就随便去离婚啊。所以咱人拢爱是正向的迄种思考，爱善解，往好的方面去想。心爱水爱鲜，我爱感恩，宽容体贴，爱要跟人分享。
所以咱是外中吼，拢食着爱啊，安尼即正向的情绪啦，爱愉悦、感恩、平和、感兴趣，咱对啥物代志拢做兴趣的，哦，都想去参与。唔通讲，哎，我无，迄种唔通啊，迄卖卖找我啦，迄讲话，唔通迄种是爱爱对对咱来哦，后壁大道得更好哦，金光金华要来听一下，哦，对对，即个迄个。要迄个求学问嘞，也是讲要来参与迄个，哦，要来迄个写清洁一下，好方法嘛，要感情希望，哦，希望讲咱嘛会当想，就啥物人安尼修甲真好，哦，一个目标有一个迄、那个，哦，干嘛有点自豪，嗯，有信心做代志有信心，哦，咱就安尼照安做，拢无去规范别人，所以咱就是，安那。人不愧一天我不做一天，所以这三代志拢正啦。正感觉呢，啊，我来行这条路无毋对，所以咱不时拢安那发起冲嘛，哦，满满的收获满满，哎，哦，有趣。感觉今日这个人斗阵作文个作趣味个，哦，开心果就对啦，哦，爱有这种个，有灵感哦，不时有好个 idea 会当计划出来，会当来咱就较好哦，这个提出一个。好个迄个，这个想法，敬畏，对别人爱尊敬，哦，哦，你做这件爱甲人赞美，哦，尊敬别人了，哎，伊若做一件咱感觉欣赏个代志，爱知影人甲人赞美，哦，咱就是爱爱，爱尊敬爱，这个是这样。啊，另外就是善行，这个故事讲蛮好的，差不多9:30，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题目有我吼，因为时间少，所以整理了较济。就是讲吼，孔子伫颠倒转梁的时阵，我拢无饭通去食吼，啊，伊的迄个七天拢无食着一粒米哦，拢食野菜。啊，伊下天若困醒的时吼，迄个干话着，伊毋知对一只吼，去摕一块米转来。哦，摕一刀米转来，好，即个有米通去食吼。哦，住住好啊！哦，得穿住就比较住了吼。这个写的时阵吼，有啊。这个是写拢看住去看着嘛，看着安那。看着干话，个啊住好，拢还袂请大家来食，伊就先哦，头乌乌龟嘴还爱食，还爱冻起来食，腰甲冻下着，就爱食对了吼。啊，有迄个电棍写拢迄个啥？主管去看到，我主管去看到了，去老师头讲，你看，迄个你讲迄个干货，你个大地主，你外欣赏迄个地主，你看，当主主的就先伫遐偷食，你孔子听着伊无啥相信，我相信我的大地主绝对袂安尼，你讲毋是来，叫伊来讲，你来孔子讲，惊啊讲吼，我今仔也梦到我的祖先吼。想讲要来甲祭拜一下，啊，而且吼，爱用迄个清气的迄个米饭吼来甲拜，吼，咱来讲，啊，唔通啦，因为今仔这米吼，我咧煮的时阵吼，煞有一挂迄个烟尘吼，咱入去啦，所以顶面吼是沾烟尘，伊啊吼，啊，我想讲啊，这个惊人啊，等下较足可惜，所以我吼，甲宝宝开心同食食安尼啦。为节而饭之啊！孔子讲，你看，伊是伫遐偷食，伊是因为吼，去过连烟屯，伊甲等下甲唔甘，所以伊甲生食对。所以你看，咱目睭看到的吼，咱甲上礼拜讲，你偷食，你大地主，你偷食，目睭看到，我讲是正确的哦。哦，孔子，你看人有信心，对地主有信心，就是啥？多惊人，你看。感觉等下到水深，提起食食。所以咱对待咱先等，吼，啥物代志爱备好啦，想，吼，毋通若上礼拜就先，主管着上礼拜去啊，偷食啦。所以知人故不易，你知影即个人是足无良心吼，通家己即个表象去看代志，吼，所以不管是安怎，咱着想好，安尼咱家人相处之间。用容器啊，做个。后来伊讲爱乐观啊，爱理解吼，算是一种迄个。
讲咱一切，咱拄着困难，拢是上帝替咱安排，咱来功课对个。哦，咱来感谢，哦，做好。哦，啊，咱阅读，无爱讲遮啦吼，讲遮讲了，卖讲啦吼。55岁时吼，张忠谋他创立台积电。55岁为人要退休啊嘞，张忠谋到55岁时，他开始经营代工的了吼，就老时才开始，所以是做爱学习的啦。而且人伊这种学习是迄种计划哦，吼，不是讲爱学面卡学面的方法。96岁，他是这两届人吼，其中3年是主题学习。我针对某一个主题吼，连续3档的去学习，学习对。无论是社会政治历史，也是经典的知识，那种计划型的迄种主题式的去学习。所以咱怎，咱去读册就说讲，慢慢仔紧讲紧读册，慢慢仔迄个紧读册，慢慢仔紧读册。这当然好，但是吼，咱不妨伫某一个经典先甲下手，我读到里头，读到尾头啊头，了解这部经典了后，哦，开始来读文理，开始来读啥，安尼慢慢仔。爱有计划性，安尼主题性去学习，安尼搞笑。人遐读侪，遐读侪，安尼吼，安尼人这成功的人，伊是安尼学习的。所以有目标，爱对着讲吼，我以前讲这行业会有发展，所以嘛，伊就比较成就平吼。那爱有纪律，咱拢一定开出段时间去甲这知识吼去学，而且爱落去看吼，爱消化一下，你要变甲伊的迄落的知识咯。所以这是怎啊？无论伊对啥物物件拢是怎啊？伊对历史都有兴趣吼，对这经济，这当然有迄落，拢是讲主题性的伊有兴趣的。啊来，爱有计划吼，而且怎啊？去交专业知识。哦，伊要去交人哦，去拜访这人一定是有钱啦，伊就是这方面的专业。哦，伊较会去交伊对谈，伊遐要学着啥？啊，要对谈当中，伊来先对这方面吼，先研究，去加讲的心态，但讲入去较平价，所以这吼，这就是成功的所在。要行专业人士讲，就爱家己爱先拍好基础，若无吼，就无法度讲出啥物件。所以这就是伊的，伊有计划安怎伫迄个行业成功。所以咱想想，咱要行，把咱的经典下来，咱嘛是要有计划哦。哦，咱来比如讲，其实咱即摆咱有啥物4年教育班、啥物班吼，照计划安尼慢慢去。这中间咱会当吼，就是讲对某一部经典较兴趣，咱搁比较加强。哦，安尼咱就当成。所以就讲，这学习上爱有计划，要有这个目标，安尼就当成。那么好好的讲到这吼，就到这吼，啊拉拉扯扯。咱讲迄个啊，讲量无限，咱。哦，无做去顶无安全所在嘛，我遮先那个都已经把我包了吼，啊，我最后再讲伊关于什么啊，之类个。